预埋，所以咧佢 hold 住个盘，然后咧等到佢系变咗现楼，依家先至开始出售。佢依家系准现楼发售，准现楼发售咧系唔需要受到备案价嘅影响嘅。所以咧佢嗰边咧基本上依家出嘅价格咧系21,000-22,000左右。哇！系，所以21,000-22,000咧，其实惠州大部分嘅人咧基本上都俾爆咗个售楼部嘅，即基本上都系 hold 住啲盘啦。所以依家咧，我哋正式入到金山湖呢个片区咧，大家可以睇到，其实咧不断喺度起楼同埋整紧商业，但系咧佢嘅住嘅人口嘅密度咧，反而系唔会即系冇我哋嗰个区域咁多。但系呢边咧，大部分佢针对咧都系惠州嘅本地人嚟购买，系好密嗰啲楼，系啊，所以好似嗰个啱先我经过个花千岛嗰个楼唔密嘅咧，个价咧就肯定会高。啊，好似系刘叔你讲讲就系以为冇人住啊啲楼，嗱、啊、以为我哋以为冇人住啊，嗱你见到哇，我哋话香港人通常嚟讲，嗱我哋见到啦，十线行车呢度啦，嗱前面金山湖道十线行车，啊